今日的第三天，第三天是伫厅的中间，咱倒来，OK，咱要伫厅的中间来建立家己甲咱厝内底人的经营。我感觉这是一个上大的挑战。咱有一种感觉无？即款感觉就是，你的厝的人拢对外人较好，你家己也较歹。嘿嘿，囝，跟人甲爸爸妈妈讲，你对别人的囝较好，对阮较歹。 哦，做某的拢讲，你对别人的某较好，拢对阮较歹。哦，啊，做某的拢讲，你对别人的某较好，拢对阮较歹。哦，啊，这安尼嘛是拢安尼想。咱两个是讲，伫咧沟通的过程中间吼，咱上歹做的就是甲厝的人来建立关系。我毋知大家有同意无？因为啥物原因会安尼发生？就简单咧，就是因为咱逐工咧做。就是人家问讲，啊，师母，咱会何里食吼？ 一个最大原因，我希望，即个时阵，因为，阮家的囡仔甲师母因，若在，即拿来故事甲经历的这人，这影片，因在看过几百届，因已经看过来讲足无聊的，因伫迄中间时阵，一届佮一届时阵，头先看的时阵，拢感觉足迄个，就是过来的。我，逐个，逐个若咧看这时阵，啊，我就知伊的知影讲啊，其实，迄情形是甚物个，啊，了我就讲安尼好。 啊，你若一日后壁啊，一个无奈，另外看吼，安尼我也感觉足歹势，讲啊无请你去外口食食，既然来遮吼，恁着好好洗洗去佚佗吼，啊有闲啊转来安尼。时常咱若学习要甲咱厝内底人来沟通，咱着爱去知影讲每一个人的个性，啊每一个人伊的脾气，啊你毋知影讲哦，要安怎甲伊来应对进退，啊其实毋是厝内底人即个问题，咱两个咧讲吼，教育亲像啥物？ 就一个大家庭，大家人个性有共款无？大家人个性拢无共款哦。啊，咱们也伫教会中间彼此通起做这个家庭，咱都多分享。用一个圣经的例来讲，咱来读这个经文吼，创世纪3章第1节到13节。啊，咱请高辈分姐妹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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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讲什么话。这四个，这个故事敢若一个吼，咱拢较爱讲啊，叫因拢咧做一项代志，叫什么话？是，叫推卸责任，对无？迄个所有责任，所以上帝给因迄个牵挂的事，你会发现讲，啊，都毋是我做的啊。因翁就讲，迄是阮某，慢倒来叫我吃，我就吃啊。我无辜的呢，我只听话的人，阮某叫我做，我就做。结果出代志还是我爱担，安尼吼，这侪拢是个牵连嘛吼。啊，因某讲啦，这都毋是我爱的，是迄个蛇。我都毋是要互骗的，迄是别人来把我骗的，我不得已的，我嘛是受害者，你哪会直接责任塞互我？所以阿公某就安尼冤家嘛吼。真侪时阵，你看家庭的情形就甲你共款，但是咱会当去看到咯。伫这个家庭的中间，就是沟通，除了夫妻的中间的关系以外，其实佫有迄个亲子的关系，常常出一寡问题。所以我真细意，就是要哪甲我的囝来沟通哦，要哪甲伊当作好朋友。我就想着我以前安怎甲我爸爸妈妈来沟通。我记得我囡仔的时吼，差不多青少年的时候，我开始知影我是一个。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了后，开始有家己的想法了后，我就做一件事，我拢甲阮爸爸甲阮妈妈安怎叫呢？我拢叫阮爸爸叫哥哥，叫阮妈妈叫大姐。为虾米？我希望因对我亲像咧对家己的兄弟姊妹。我看阮妈妈甲阮爸爸因对因家己的兄弟姊妹拢足好个。我讲我恁甲阮管教甲这严格吼，恁乃无爱对像阿姑。还对像阿姐，安尼吼，安尼姐妹较好，安尼吼，即款方式。我讲，我感觉妈妈，我叫你大姐吼，安尼你就会较疼我，亲像小弟同款。哦，不是甲我管教亲像囝，是疼我亲像小弟。真侪少年人爱甲伊爸爸妈妈做朋友，我唔知大家有同意无？然后，恁的囡仔甲恁在做伙的时阵，咱台湾人拢一个，迄个吼。啊，当然我咧管教囡仔的时阵，有当时啊吼，就出手啊吼，出手为虾米话？就骂啊吼。我就讲，你这哪会使安尼？啊，阮囝有一天吼，我就来讲，你这袂安尼吼。阮囝有一天甲我讲一句话，我拢惊着。阮囝甲我讲，
You are Asia father parents， 就讲恁家的亚洲的爸母啦。啊，我听一下，我惊一下咧。伊讲哦，即阿叔啊，即个爸母的关怀方式拢是骂啊，拢是骂，拢袂晓沟通。啊，即你人已经到北美啊吼，啊，佮用亚洲的方式咧教囡仔，我唔知影大家有感觉的情形无？啊，教囡仔吼，因的学校环境是啥物话？因学校环境，大家拢是无同款的文化，所以因咧教囡仔的时候，就是用沟通的方式。啊，真侪咱亚洲的吼，拢是安那填鸭式的吼，啊，佮伫用灌溉方式吼。啊，真趣味！阮托伦托真侪中国人，真侪韩国人，真侪印度人，真侪台湾人，全部拢亚洲的。啊，大家拢去倒，大家放学了拢无转去了，拢去补习班。哎、欸，阮遐嘛补习班足多呢，惊死人哦！要考大学的高中，阮拢爱去补习班去补习哦。我讲足可怜，哦，足可怜。来到北美啊，佫无放弃，补习去补习去补习啦吼。啊，所以阮今日讲一句话，我较深深的反省。我以前做青少年的时候，我希望。我的老爸老母甲我当作好朋友，安尼来甲我交陪。我哪会袂晓甲我的囝即阵就当作好朋友来交陪？所以有啥物张爷人，我会陪伊看星星。我听到要死啊！我讲你敢会使放过我，互我睏？哦，我已经讲一天的话啊，我只想要睏，明仔载再讲一天的吼。拜托你互我睏，我讲袂使，爸爸你无时间，今日哪有迄个星星啊？你不管安怎，你哪陪我？人生只即个机会尔，你若无陪我去看星星，就无机会。是安怎？因为星星讲一千年来一次了，火星你看到？伊讲吼，所以我就甲伊开始讲着人生的道理。我甲讲，上帝会超我甲怎甲讲足侪话，啊结论就是啥物？就是讲，我甲讲，今我来讲，我讲，哎 ，Harry 我来讲，爸爸希望你伫今日暗时吼，去了解一句话去啦。我讲，爸爸有一个体验，我讲吼，咱的上帝吼，比圣经所记载搁较伟大。希望你听爸爸讲一句话，你家记就好啦。以后大汉再来想，即摆也还袂想有吼，希望你想，你慢慢去想，即关于信用的这项代志。所以我希望伫听的中间会当甲阮囝来沟通，但是即摆少年人无一定较好沟通啊。伊若无欢喜，来讲你哪会使安尼做吼？我当面甲大家讲过啊，伊讲这是我的房间，请你出去。请你徛伫门口，我无叫你入来，你袂使入来吼。伊就用作迄个吼，因为安怎，伊咧无欢喜嘛。所以要甲伊沟通的时候，就讲好啊，无我徛伫门口啊吼。所以时常时，伊若 emotion 来的时阵，有可能伊就安怎，伊就敢若会甲你，咱台语安怎讲的，应吹应挤。你若讲一句，伊甲你讲五句吼；你若讲一句，伊要甲你应五句，你气势甲伊听伊讲的。所以青少年有这个情形，就听内底，咱要怎去包容这个青少年伫伊的生活中间做这个代志？我唔知恁的青少年的时阵，敢有这样啊穿？安尼真穿吼，就是讲非常的叛逆吼，非常的叛逆，啊非常那个。真侪时阵要甲家己厝的人的沟通是一个足困难。我常常不是推卸责任，是像咱今日看这个圣经在，就是讲呐，就是讲这责任拢不是伫我。所以到时阵有足侪通冤家，我想伫教会中间嘛是同款。比如讲，哎，这是你的困难的工课，我唔免做啦吼。我甲拄仔好。咱伫教会中间，伫家庭中间，咱拄仔爱重新来思考。时常吼，我拢甲师母讲，你若做袂起，拢甲我讲，我来做。吼，啊，但是我做笨蛋，我拢看伊做，因为我已经甲你交代哦，你若做袂起，你来甲我讲啊。所以师母讲，我做甲要死啊，吼，油头脚油到要死啊，吼，你都唔来甲我斗做安尼哦。我讲吼，你逐工拢在油头脚啦，你感觉这头脚逐工拢刷刷，一定逐工拢爱油吼。我叫一礼拜油一工，我感觉够有够的，刷刷一点点啊，点点的就好啦，吼，无啥啦。讲你这。迄个袂爱清气的吼，啊，迄个每一个人对清气的定义无同款。我感觉一礼拜油一届就来，伊逐工爱油，要安怎？啊，需要沟通嘛。所以我就甲讲啊，你若感觉需要外孙，我义不容辞，吼，我绝对替你做吼。但是我拢坐伫遐看伊油。其实，咱伊要买，只是一句话来讲，你愿意来斗阵无？吼，时常咱会做判断，时常咱会感觉安怎？所以咱伫遐。不管是做家来事的代志，还是什么货的代志，家庭中间大家足无同款吼。伫哪来教会吼，阮有一个传统，因为教会一开始拢无钱啊吼。啊，我会记得我去哪来教会时阵，2002年伫哪来教会开始，我去到迄个教会吼，吼有时阵伊搬厝搬去啊，教会开20000块搬厝的钱，2000块，两台拖拉机来去。啊，即两台都，迄个料吼，
啊，我一个听到讲不输，哎，团队啦吼，我讲吼，咱教会吼，总数存款总数大概8万块，你开2万，我所存10万块，付你3个月的社会结束，安尼吼，所以你3个月了可能就要走啊。哎、欸，这是一个足恐怖的代志。伊讲，阮这8万块欠一年才欠起来呢。吼、哦，咱欠吼，因为无请老师，无开钱，咱欠8万块哦。一年的奉献吼，收无超过50万啦，代票一年，全教会安尼无够有。啊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那个环境安尼足辛苦啦。我就想着办法，要安怎来互教会会当有搁较侪迄个师母，就讲咱来做资源回收。咱到嘛做资源回收，咱来起来卖吼，再去卖，啊卖会10块、20块、30块，不管啊，歹人有啥，后底平啥物纸，反正捡，咱就起来啊卖，啊卖，咱起当来管教的，讲好啊。哎呀，逐礼拜我若只厝内底若做资源回收吼，我就开始做，我甲师母就做资源回收。啊，做做感觉，哎、欸，啊起卖大概够50块，哎、欸，啊搁起卖够100块，哎、啊，袂歹吼，啊咧管教的，我若要招两个长老讲，哎、欸，咱个资源回收起来教的吼，礼拜日。你来做礼拜的时阵，是聚会时阵，你起来，起来来做资源回收吼，咱就当场甲分类了，安尼捡起较济吼，大家集合在，啊过来，哎、欸，啊变200、300，袂歹嘞吼。啊想想讲，哎、欸，啊咱来社区收个金吼，社区收着真好吼，因为社区的人从迄阵在做迄个社区，行做啊开放教会安尼吼，啊甲阮围墙拍掉，啊做一个迄个开放式的教会，所以我就本来想讲，哎、欸、，maybe。咱就来做资源回收吼，来让教会有收入吼，爱当做较侪事工。所以阮迄阵就是伫社区哦，阮做资源回收去食饱嘞，拍广告。啊，阮即个逐礼拜有资源回收，请你一拜一到拜六，请你家己摕资源回收来，啊，按照分类吼，迄阵台湾资源回收吼，分做差不多15项到20项吼。啊，阮就开钱叫人做铁架啊吼，啊做几摆安尼，啊伫阮教会围墙啊。啊，拢好有触电的吼，啊，就袂压着风。所以，阮咧训练啥物？训练阮的乡亲，大家来做资源回收。阮无义工吼，煞变做一个正面的教育。啊，反正我讲，哇，恁这做出好，政府拢会给钱来帮咱补助。啊，所以阮愈做愈大吼，啊，就是你知影，资源回收是一个足吃力的工作咧。阮每一礼拜日，礼拜了，阮两场礼拜，礼拜了一点食饭，第二场礼拜了食饭，食到2点。2点开始做资源回收，做到5点。阮穿无舒服，就买资源回收啊。啊，穿水水，咧张乐师傅穿水水，无输牛，指挥穿水水，拢在咧做资源回收。你会使看到，阮规教会的中级，阮的领导者，大家拢在做资源回收。阮甲少年人讲，你去练团，阮来资源回收。时常阮是安尼来疼惜阮的囡仔，但是阮的囡仔看到因的是大人，看到这长辈、这的领导者，看到无输牛，看到这张乐。大家拢在做资源回收，只个囡仔唔敢讲无爱做，因看到只个长辈拢出听的，因讲阮资源回收了，咱去来练团，所以大家就专，所以阮逐礼拜规教会拢在做资源回收。你会感觉足忝的对无？但是每一礼拜，阮甲资源回收5点的时阵，再去卖清清的卖偌济，一礼拜才5000块。所以慢慢啊，阮就甲只个钱搁捡起来，为着要创啥？要甲教会后壁一块地买起来，要做公园，要让社区的人用，所以阮去办暗会，要做出一代志。所以这拢是啥物物？这拢是交通啊！伫教会中间要怎交通？透过听的服务，互一寡物件会怎做出来？啊，啥物人爱去做？教会会长了执事、牧师，你爱先来做。所以头拄仔我咧甲人倒地啊，我讲牧师，我咧无甲伊倒就好啊，你搁甲我倒安尼吼？我讲足习惯，阮足习惯去服侍人。因为我去服侍人的时阵，我袂因为去共倒一块地，我失去我的尊严吧。我袂因为去垃圾分类前，迄、那个用到臭面膜的时阵，我失去我做人的尊严。袂，但是行动，听的行动就变一个沟通的语言。咱要爱咱的兄弟姊妹，会当伫教会中间来做好的事工。第一样代志就是咱的忠心，咱爱先去共洗脚。不是真正世界，我讲个世界的意思，大家听好无？你爱先困累，替因做这样，因为迄是一个模范，也是一个听，啊，嘛是一个唔免讲话的沟通。所以我真侪时阵，我真爱大家来思考这个部分。但是伫厝的内底，伫家庭的中间吼，其实这款经验佫愈需要。所以我逐工我做啥物事，
逐工伫睏的时阵，我拢较晚睏，师母拢较早睏。我逐工伫倒来要睏的时阵，我拢先甲师母掠哩。我逐工拢甲掠哩，喏吼。啊，变做我习惯，师母，那我倒来的时阵，师母就变过，伊就甲你变过。啊，我若足忝的时阵，袂理解你阿爷讲，为什么你无甲我掠哩？我讲，我已经变过来。结果拢变做一个沟通的方式是，伊感觉忝的时阵，伊就变过，我就知影伊要掠哩。足自然诶，我着会甲掠哩。我感觉甲学师是足欢喜诶，虽然我逐工到暗时要睏，虽然伊足忝，但是我感觉甲学师为虾米？因为伊爱处理家内事啊，足侪代志，伊手足酸诶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我着去甲掠哩。我感觉讲，逐工要睏之前，我甲掠一下练诶，感觉足好诶。迄是一种行动，一种沟通，一种疼诶表示。我感觉伫教会中间，咱嘛是有当来学习做这样代志。下面咱来看，家庭中间诶沟通吼、哦，有足侪问题。这是阮平常来教会一个例吼，这个例吼，我咧带这个家庭的时阵，嘛是感觉真趣味的吼。这个家庭，拢是这少年的，拢是去教会啊，我去也找到，啊，我知因兜的这情，咱来看这个。主甲咱讲，咱的信用足好个啊！啊，是啊，因爱无去得着。啊，毕竟伫咱的信用即摆来讲，算还阁是少数。真侪人咪讲啊，恁迄基督教的吼，啊，死拢无人哭。伫迄种足负面互咱的压力内底时阵，会互咱阁较毋敢打。所以讲，甲迄当阵，我为着要甲阮爸爸有一个划分，好，我去替我甲你谈，啊，你莫过来插，家属含个心理的部分，你看我这债务，我来甲你谈。是在要整个要接这些债务的时候，当时其实我们不知道说有这么多的债务。我们其实那时候推估大概，我们自己在想应该可能七八百万，可是七八百万对当时才二十一岁接这些债务了，就已经算是天文数字了，七八百万已经算很大。
跟弟兄跟我讨论的时候，我是没有讲出来说我的感受，但是却很多时候我正在想，其实不可能心甘情愿去接这些债务嘛，当然就不甘，一定很不甘愿啊。那可是，在看这整个状况之下，你真的不背就不行了，对，因为，会觉得说，如果不背这些债的话，这个家肯定会碎掉，对，所以真的是一点是赶鸭子上架。啊，我们本来我的计划是。就用十年的时间，把这债务还清。啊，希望会当过一个较平静的生活。伫迄当阵，我开始离开教会，开始去追求金钱来还这个债务。啊，不过上帝好我的。下一个很大的功课是，你如果你如走，你又走，你又走，一直到经过的债务都了解清楚的时候，已经三千多万。虽然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时间，还是还阁还阁还袂了。阮堂叔啊，算阮职工的后生，本来人来教我做牧师。啊，因为这边的关系，不忠心本来甲教。可是伫倒来教会当中，那个信仰是不坚定的，是摇晃的。因为人伫困难当中，我走去。足清楚，上帝要给你是啥物啊？信用问题甲实际，咱拄着现实的问题，我都去解下。而且对我心内冲击嘛足大，因为目睭起金看的是大，就是为囝拼到要死，为囝度无伊以后，可是咱是无共款。咱梦是拢带起来的，无路啊，要哪行？所以伫一段我就离开教会十年时间。在信仰部分，我会大骂，会大骂上帝，心里面骂他会。我觉得说，我没有做。从小到大，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的事情。可是为什么这东蛋偏偏是要你在我身上？对，当然我会对上帝有很多怨言啊，没有这么束缚的。嘴巴上我不会讲的，嘴巴上我不会讲出来的，心里面会对上帝去那个啊，我叫我家。因为我不讲出来的，我讲出我怕我身边人会担心哎。其实当时我是没有跟丁旭说过，是稍微跟他说，其实当时真的很多的觉得已经走不下去了，是我是说我的状况我已经走不下去了，可是呢，我觉得。我没有，应该是说想死的意愿非常的强烈，我真的很想死，对。然后，可是从小上主日学啊，老师都有教导说不能自杀，因为这生命神给你的，对，是神赐给你，就不能随便把这生命取走。那我就跟上帝讲啊，我就觉得我很聪明啊，我就跟上帝说没关系，好，我不能自杀，没关系，那我就。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嘛，我就跟你迫切祷告，我就非常迫切祷告，就求神带我的整个，因为我就知道这样子我就没有违反神的心意嘛，我就非常非常迫切，我至少
祷告了半年多，将近一年。那在有一天晚上，接到一通电话，蛮让我感动的。那是我一个表姐，十几年没有见面的表姐，连电话都没有联络过。每天那天晚上大概是12点多吧，我已经在睡觉了，然后接到一通电话，然后电话那头就问，哎，苏姐吗？我说是，我是某某人，就这样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他是我表姐吗？然后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说，他进去就上出一句我觉得很震撼的话，他跟我说，苏姐你不能死哦。我当下愣了至少十几秒，我都没有回应他的话。然后我只问他说，姐你为什么问我这个？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话？他就跟我说他不知道，他就有一个声音就从神的声音告诉他说，他一定要打这通电话告诉我，对，他觉得他不打的话谁会打他屁股。那时候接到那通电话的时候真的很感动，我真的觉得说神真的是很爱我的，还是很听到我的祷告。从一段时间一直到了一段空窗期的时候，才感觉说有点厝内底行到最后的关头，你看一下要来，我现在比如讲，蛋壳愈来愈淡，愈排未了，啊，愈对上帝愈失去信心。书来的时阵，伊来做传教书的时阵，开始就对较早的朋友开始个互相交会，开始对做社区的活动，跳蚤市场、社区的才艺班，啊，甲社区一挂互动，啊，伫这当中伊会参杂一挂教会物件伫内底。伊从一个训练开始，等于会使讲，甲教会的根定搁控一届过。啊，伫这当中，我受着伊的邀请，跟人教，真灵的鼓励啦。过来一点就是讲，上帝让伊有恩典，你家己来算。家当伊爱出来服侍上帝的时阵，伊爱出来又打个底。其实，我每个人对服侍都拢有一种。像一种弄一种心理到，啊，别叫着我，别叫着我，我别叫着我上好。我嘛是啊，我当时我嘛是弄个，啊，我就做单干就好啊。我免出来做技术啊。可是等时间到的时候，你就是爱来。啊，当然比这方面，我还要再努力来，还够做这个不错的。很失意的当中，很不顺遂的当中，因为已经没有人可以跟你，可以听你讲了，你只能跟神说，对，反而在这个时候跟神有那种关系是更建立的。然后在这当中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反而是成为最大的支柱。这个过程当中，为什么没有离开神？我其实我的朋友，他会蛮阻止我，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蛮阻止我去教会。他会觉得说，我们家的状况这样，我干嘛放那么多时间心力在教会？应该把这个时间心力放在整个工作上面。那可是我记得我很直接跟他讲说，我不能离开神啊，因为。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这个神的话，其实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因为在整个服事过程当中，很多时候啊，应该说，当我遇到困境的时候，反而在那种服事过程当中，我有时候会有那种帮助出现。有时候有一些负面状况出现，你只要听一点讲，听到牧师讲到，或者说在服事过程，
其实特别是在我们探访的过程当中，我会觉得说，让我更去体会到说，其实神给我的功课，其实真的是在我能够接受的范围里面，我看到更多更多比我更状况比我更不好的人，对，然后又看到说他们没有让信仰去扶持他们，然后他们整个家里面整个都荒掉了。因为就家里就没有那个支柱在，对，你会觉得他们像一种苍蝇。所以我唱过探访完会之后，我都跟弟兄分享这个区块，就觉得说很感谢，真的是有这个信仰支撑我走到今天。在整个跟什么关系更建立之后，反而就没有再去抱怨过什么。啊，如果跟囡仔的相处的部分，当然是爸爸对我影响嘛是真济，因为我较袂主动去甲我囝讲。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那种很爱玩，然后就常常犯错，然后就被打。然后我就只记得被打的那个部分，因为我爸生气很大，他以前就是比较不会控制自己，然后就会一直打我，对，然后。啊，我刚才说过，我是会把那个很不好的放很大，所以我就会从小到大就觉得我爸，就是很差劲的人，很不喜欢这话。啊，等他真正想要跟伊讲的时阵，伊和我是差很大。阿姨，你那个时候就是儿子会拳打王嘛，你会怎么拿是吧？啊，当然伫讲甲讲的当中，经过一个真大的一个震撼。有一天，我有出来找伊讲，伊讲讲，就讲你看咧吼，甲要搁讲，囡仔卖讲，无讲就袂听，啊讲就上紧的，讲会叫伊领命就领命。叫伊讲爱苦无命来，就是无命来。啊，这有足好个办法。伊讲，我想要来甲你讲，真是上好个办法。啊，嘛袂无拄拄会去讲，甲你想要爱结果。我有说甲我一句话，伊讲，你敢要甲你甲你爸爸个关系留互你囝？哇！真正讲，家有一个足大个啊！因为当然，爸爸代志，甲一直甲伊过身，当然对我冲击足大。爸爸对我嘛无特别好，阿妈个别嘛是甲别人共款，可是。当迄个爸仔囝前，透过广播的话，含的迄个声，啊，当然咱嘛是希望讲，以后是结果会当去改善些。可是，当含的迄个声，甲咱爸仔囝的前。世界已经过一半，所以讲我暑假讲起来有时，我真正足大震撼，讲真正你要甲你家己头摆讲，老物件，第一当时我才想着讲，啊，我唔对。因为经历这个过程的当中，让我深深想着讲，是大人较好、较歹，也是你的时代。啊，不过只要你有信仰，只要你相信上帝。上帝把你的办法拿掉，
因为我常常讲一句话，讲你要排着你的事业来准备啊，所以，不过有哪些伊当初没有成功，上帝啊，事业那是好经营，更不是阿龙面的，不是一种铁啊，甚至讲阿拉更的哇，我排个这么样艰苦，啊，所以讲在这当中。我跟阮囝的关系，伫迄当中有一个真大的转变。因为我爸就这几年有在跟他们有在谈，就是有在聊天，然后我才知道我爸就是不会表达，他不懂得表达，因为他小时候环境就。没有给他这样教导，所以导致他不会这样表达。对，爸爸是脾气改很多，就是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冲。因为小时候很崇拜他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崇拜他。他因为我们叫大卡车嘛，然后他就会开大卡车。那时候我有时候，因为我们之前是逛瓦斯去高雄逛，爸爸就是在半夜两点都爬起来，然后逛早上去就是去逛瓦斯。然后凌晨才回来，就跟我爸爸下去逛，就是逛瓦斯。然后就因为他逛瓦斯嘛，因为回来说是凌晨四五点的时候，太阳刚起来，然后就太阳会很大嘛，就会照进来，爸就戴墨镜啊，那戴墨镜又开大卡车就很帅，对吧？就很崇拜他这样。以前在被神更新之前，我是比较倾向。凡是按照我的计划，我只要觉得在我的计划内我没有去做到的话，我会很怕，对，我很紧张。对，反而在认识神之后，跟神关系更亲密之后，我反而比较能够放慢脚步，反而比较能够借着祷告，然后跟神更进一步的亲近，然后整个对我来讲。这个状况会比以前好很多。我嘛刚才上帝做教导，上帝赏赐我一个真好的弹性，啊，陪我行过这么多的经过。不过，在我家己的想法内底，上帝让你的稳定，你也无算，你也无笑。你也跟上帝有你的稳定的能量，但是就是讲，因为有的人对宗教就是哇，按你信上帝啊，就拢足好个，基督教困难，拢无人好安尼。你讲拜上帝人是输个钱，输个钱，输个钱钱钱，我啊，我连变到要下个，我也就有一只，有一个变到要死，我无得钱。我拜上帝人嘛，伊拄着困难。我拜上帝人嘛是会去拄着迄种袂当过的困难，啊，不过就是伊还有信心。啊，你生了了一个有一个改变，是上帝了。我阿妈某有认识，足济。啊，其中咱学生的时候，伊刚刚秘书干阿知影讲。唔甘阮伫市民公庙赚的钱，啊不明就叫无去，啊因为这是上帝给阮稳定的事，因为阮逐工做工课拢同款，可是伊甲阮稳定的事业体变做机器啊，我就爱讲，真正上帝甲阮稳定的事业体变做机器，有人是愈开愈大机，啊我是愈开愈小机。啊，都足好啦！我希望即马到有共款做有诶，会听到姊妹，伊诶爸爸爱伊，啊，毋过伊袂晓讲；伊诶妈妈惜伊，伊袂晓讲。啊，毋过伫厝诶内面，咱有天意诶爸，会共疼他。伊会带咱
经过这个房屋。朋友，如果说你现在正处于跟我一样的经济危机，我倒建议你来到神面前，来认识神。我相信这位神，听人祷告的神，他也会成为你最大的依靠。其实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是心内就真激动的吼，因为我在看到伊两个阿公，阿公就是今日来教会，这固定的时间内底，我感觉在传道队阿公的时候是，我做一个牧师上幸福。你袂看伊行过信仰的道路，足久长的时间，一几年的内面，要起造因的家庭，要帮助因甲老爸的迄个关系，搁一届行倒转。虽然足久无看一个影片嘛，我想，若是要改变一个家庭，或一个教会，要真正有一个转变，其实我感觉上重要的是，他得有偌济听，是个中间吼。要陪伴一个人，哎，足侪时间。陪伴这个家庭，伫因个夫妻个婚前吼，其实，这个查某囡仔是北京教会嫁来来教会，伊二十岁就嫁过来。哎，一个叫叫来了，伊讲我其实一岁二二十岁，二十一岁我就拄到这负债的代志。伊嘛一开始就是讲，伊拄啊嫁过来，哦，啊足好个啊 ，B N W base 去伊遐带去嘛，足好个。但是伊话讲开始送家属，所以你看到一个查囡仔二十几岁去送家属，送到一阵啊，送到四十岁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我超几乎逐天拢伫因家，因家就敢若阮第二个教会同款，所以。有一个足深足深的情感，甲这对翁仔某，啊，甲这个家庭。咱来教会一开始嘛是，当因愿意去当来教学生的时阵，阮开始有较侪，少年的夫妻啊开始加入教会。伫这个故事内底，我刚刚协助伊做一项代志，就是帮助伊去面对伊的老爸留予伊的痛，毋是负债的痛。是迄对伊内在久长来迄个伤害。伊老爸有做过即事啦，有做过拿来教会即事，但是伊做即事的时阵，我听讲是安尼啦吼。要我做即事会使，我干呐挂名尔，但是我无要去参加聚会，我就是做即事就好啦。有一个名额伫遐出咧，我拢无爱去做吼。因为欠缺伫信用顶面的栽培，所以需要帮助因，要去面对因的教会。重新搁一届去敲找着迄个家庭的关系，啊，就是讲，搁帮助伊搁一届去敲找着迄个伫教会中间亲像家庭的关系啦。咱知影教会中间真侪时阵，看起来敢若真和乐啦吼，但是事实上，我常常讲的讲，我来看这人，我心内底足艰苦的，我无想要甲伊讲话。咱教会敢有安尼人？你看着伊无想要甲伊讲话，有无？伊讲话要甲你伤害过，有无？表面上拢讲无要紧，但是倒来一回伫遐气到要死。真侪时阵，一个家庭中间上大的问题就是拄着安尼个情况。伊伫厝，伊拄着伊个老爸，伊唔敢甲伊个老爸伫遐讲无事啥，伊只有乖乖顺服，因为伊老爸伊甲拍。总是我有发现着，伊对伊老爸迄个惊吓甲无奈，所以伊就暗暗啊来接受迄个负债。所以迄个负债，其实咱知影吼。一个少年人家敢想要赚3000万吼，欠迄个负债要还到了，即阵差不多要还了吼。
伫即个过程中间，我一路陪伴因行来时，我真心感觉讲，伊个老爸互伊个囝个伤害是遮尔大。所以我干呐希望伊毋要阁做同款个代志，就是甲伊对伊老爸遐来个伤害，阁互伊个囝仔。其实咱常常无知觉个，咱上无爱，咱拢会阁揢伫别人个身上。咱上讨厌，咱阁会来甲揢伫迄别人个身上，讲就安尼做。所以我时常咧反省即个所在。所以我有啥物，我会需要希望我会当甲我个囝用较侪无共款个方式来沟通。啊，我嘛希望，我伫囡仔个时代，我出去外口读册，无机会甲阮老爸有足好个互动。即嘛是我来北美个一个足大个原因啦。啥物原因呢？啊，足侪人问我讲，牧师啊，你来走来伫啥物好好，咱会要来北美？我讲一个故事互听，我讲。上帝有一天派一个天使跟我讲，迄个人是啥物人？一个少年人，有一天拜二下昼五点，我少年教会人下班的时候，所有干事拢走了了，拢无人啊。啊，找啥物人？就找牧师留伫遐。啊，拜二迄天拄啊无半个牧师，干若我伫遐。啊，我不应该伫遐出现的。我通常的时间下昼拢无伫礼拜堂，拢无伫教会内底。所以伫迄个时阵呢。啊！我伫遐敲电话，因为我做中委，所以我敲电话咧联络中委的代志。有一个少年人入来，要找牧师。哦，照理讲，少年人应该是找我，但是我无，好像是来入来，拢无伫我的成人牧区，一定是伫成人牧区吼。我的成人的牧区安尼吼，所以我的介绍就讲，哎，即摆牧师拢无伫的，无有一个牧师，我甲你问看卖啊，看伊会使甲你讲一下。所以我伫敲电话了，我就甲伊讲，结果这个少年人。伊讲哦，牧师，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我十年来去过两届教会，两届拢是迷路的。第一届迷路，所以去教会。即届十年后，我第二届来教会，是我感觉我人生迷路，因为我徛伫马街电影院的教会门的门口，我。看到对面有啥物件，我就想到十年前，当我伫庄脚桥都迈迷路的时候，我抬头看到有啥物件，我就徛起迄个教会共问路。我感觉迷路就需要问路，所以我今日我阿公住伫教会病房，但是我的爸爸、我阿阿叔吼，拢无人要来甲照顾，所以我就来给我阿公照顾。但是我伫遐照顾，当我感觉我的人生是迷路的。所以当我迷路的时候，我抬头看到是物件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十年前我去过教会一届，所以我这届阁来了。啊，我就真欢迎伊甲伊讲，啊，伊就讲起讲十年前吼，哦，我伫咧教会，我骗咧教会牧师，伊甲我讲足济吼，啊，带我做骨折，啊，留落我的电话，留落我的名，我拢甲报假。伊讲吼，因为我感觉。迄个时阵对教会是一个敢若无法度信任的代志。伊讲，我来甲问讲，啊，迄阵你是伫倒？我讲，伊阵我迄阵住岛内，我讲，哇，你住岛内哦，足近的。阮教会迄阵伫哪来？我讲，哦，你迄阵伫哪来？伊就讲，哦，牧师，我认出你啊。伫十年前，我第一届去教会骗你牧师就是你。伊讲，伊人生。两次去教会，拢是迷路的情形。为什么是我当着？我就是问上帝讲，为什么是我当着？结果伊甲我，因为伊在哪讲吼，伊在讲，因为因爸爸、因阿公对因爸爸足歹。食饭的时候，坐落来，大家坐一桌吼，因阿公是面目过，拢无爱看因爸爸，也是看因家庭的人，是安怎？因为因爸爸感觉因这两个囡仔无好啦，因这囡仔，所以因的阿公无爱好款待伊的囝。所以，伊爸爸就用同款的方式对待伊啦。所以，伊也是到三十岁的时候，伊就讲：，牧师，我三十岁，我唔敢结婚，因为我惊伊，我生囝了，我会亲像阮爸爸对囝同款，安尼对我家己的囝。伊甲我分享这个，啊，就伫遐慢慢生遐哭，我就陪伊哭。一开始是我陪伊哭啊，但是伊甲我讲：，牧师，我认出你了，换我开始哭。安怎讲？伊甲我讲：，牧师，我要甲你讲。为什么我留了假的名甲电话给你？是因为伫迄个时阵，
迄老爸的伤害，伊的心是这么深，但是伊无人通讲。伫我甲伊讲，讲到要结束的是阮囝，我等下看到迄个甲伊较关心的迄个阮囝。伊阵在，阮去拿来第一年，在伊在一岁，啊，伊一岁的时候，伊就揢一个佚佗物啊，歹去，伊就，我伫讲话的时候，伊就走了。伊讲牧师，我讲互伊听，你迄阵，恁囝揢一个佚佗物啊来互你，你甲讲，爸爸处理代志了的时候，咱替你修理，你先去边啊。伊讲牧师，我感觉迄阵，我感觉心内底足受伤的。你的囝有代志，你应该优先替伊处理，咱先处理家己的代志。你到底有听你的囝无？伊足愤怒的，所以伊讲，迄个时阵伊就留着假电话甲地址，所以伊就走。所以伊讲，牧师，我十年前有一句话要甲你讲，我即阵甲你讲，就是你阵在伤害恁囝的。好，我听了足艰苦，我就伫遐哭。我做一个牧师，啊咧陪即个牧者友，伊咧哭，结果是我甲伊先哭。因为我感觉上帝为甚物透过伊来对我讲这话，上主要是圣灵教会出侪代志，啊我会再起床，我看袂着阮囝，为师母爱送伊去好，但是暗时等我倒来厝的时候，我囝拢在困，逐天就是安尼，所以我亲像。失去家庭生活，我无法度教我的囝有做好的教会。啊，这个亲像我的老爸甲我的关系同款，因为是我这少年的时候，我就拢出外读书，总是一直教我做牧师，我有机会。甲我老爸接来的时，做伙来生活的时，我老爸就心肌梗塞过身去，所以我一生中间有真大的遗憾。啊，所以这项代志是等我老爸过身了后，我感觉在我的内在有一个足深的遗憾，是面对我家己的老爸的时，啊，这个少年人来跟我讲这个话，让我感觉讲。应该要重新去思考一次，到底人生所打拼是啥物？就是过去拿来帮助这些人，但是为着教会做做事工，结果让我家己的家庭亲像孤儿一样，让我囡仔无咧时间通教我做伙。所以，当迄个时阵，这个少年人甲我讲了，阮两个就安尼在咧哭。煞就到呾，我人伫美国，我去带伊信主，我拢用 Facebook 咧讲信用，啊，伫遐带伊信主，我介绍伊教会，啊，一直到伊洗礼，啊，伊个洗礼时，伊个甲我讲牧师，我感觉你是我人生中间上加纪念的人吼，请你甲寄一本圣经来给我，顶啊一定爱有你写的祝福的话安尼。我真正感觉，我真感谢伊，是讲透过伊，让我甲一届重新找着我的家庭，甲我的人生。所以圣经安尼讲讲，万事互相效力，意思是啥物？意思是上帝透过人彼此通过兄弟啊，互咱建立一个家庭，特别是教会中间。所以为甚物我讲的？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直在感受着，就讲过去是安怎来去引出这个家庭重新搁一届回转伫教会中间。我感觉是因为疼，无其他，我无啥物能力通做啥物代志。我个人想讲，我会当来付出我家己啥物物件来疼伊。人讲，哎，牧师你足厉害。你搁做个功德，啊！你搁做个写歌，啊！你搁做个做啥？做个做这，搁去录电视台，啊！搁去主持广播节目，你敢若全才安尼吼？我讲无啦，我只是想要会当付出我会当做个代志。所以我想真歹势，就是讲伫这支影片个中间，我特别感受个讲，因为过去甲家己个厝个人个迄个关系个起做真欠缺。但是现在通过信用要加做咱
随更好的帮助。所以我无希望我的家庭，也是我的教会，亲像孤儿伊共款，敢若礼拜，敢若只是来这礼拜。啊，我做一个牧师，我敢若孤儿伊的院长，逐礼拜来拢讲来食食食，食饱好回去啊，食饱好回去。我感觉教会无应该是安尼，我感觉教会是一个充满天有感情，亲像即阵，虽然即个影片是十年前的影片，总是我每一届看到，我就感觉真感动。我就感觉讲，因为即个阿母毋是帮助伊家己，其实反倒当是伊足侪帮助着我家己本身，伊是互我会当。加做一个牧师，感觉上欢喜的一对少年人。人无听，这代志无法度来成全的吼。咱来看，上尾这个圣经章，伫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，安尼讲啊吼。咱再来邀请来家长的麻烦你来读，好不好？你要读白话伊也会使，要读。你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我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我知道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我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少年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这段圣经就大家拢真清楚，西门彼得伊甲上帝、甲耶稣的一个对话了。啊，我每一届看了这个圣经章的时候，我每一届拢有一个真深的感触。是开始讲，今日我若是西门彼得的时候，耶稣安尼问我讲：“你有爱我？”你安怎回答？你讲有啊，我足爱你啊。一个回答的时候，但是咱会当看这个故事的上尾啊，彼得安怎？伊真正有爱耶稣吗？你感觉有爱耶稣无？有无？其实伊有爱耶稣，所以伊到尾爱哭。为甚物伊哭？伊感觉伫伊心内底有真大个亏欠。伊明明知影伊爱承认伊是耶稣的门徒，同时伫加地的时阵，三界伊无承认耶稣。我感觉咱的人的性命对咱家己家人的迄个关系，其实拢有同款的异曲同工之妙。有时阵咱亲像彼得同款。咱会当有肯定的回答，但是咱无坚定的信心。有当时啊，对咱生活中间所面对的人、或代志，也是所有的物件，特别是咱厝的家庭中间的这亲密关系。各位每一个做阿婿，你有听你的太太无？有无？有听你的太太无？无人敢讲是安怎？啊，做太太，你有听你的先生无？太太。先生来去检讨一下，咱也唔敢讲。真侪时阵，咱若是真正去面对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的时候，真正去问的时候，你会忽然间亲像彼得安尼啦，你会断顿啦，你会彼得啦吼。所以昨我咧甲阮囝咧沟通的时候，我有讲到一段，就是讲，你看，妈妈常常吼，拢会指挥，指挥要做这個，指挥要做那個，指挥失败。指挥恁两个要做啥物事，啊，伫厝个应该爱做啥，妈妈拢较迄个嘛吼。我讲指挥是较客气个，是讲妈妈爱管教囡仔，就是爱安尼。我讲恁爱原谅妈妈，我甲阮囝讲，我昨甲阮囝讲，我讲恁原谅妈妈，伊妈妈疼恁。
因为请恁希望恁会当做愈好，所以希望恁去学习。有一天你会做妈妈，有一天你会做爸爸，你敢愿意伫迄个过程中间，亲像妈妈安尼，才愿意为着伊个囝，为着伊个查某囝来付出吗？你若愿意，那安尼，请你爱原谅妈妈，爸爸爱甲你管教，是因为爸爸妈妈疼你，爸爸疼你，所以请你原谅爸爸甲你个管教。我昨用暗甲我个囝安尼讲，所以我咧讲就讲，伫咱个生命中间，着家庭中间亲密个关系有影，咱会真侪会冲突，咱有真侪无共款个迄款穿过伫迄内面，总是咱肉体会软弱，咱会生气，咱会 angry， 咱会有情绪，即个 emotion 拢是咱中间，但是咱犹原要选去讲主啊，我会想愿意坚定伫你。我愿意你来引带我，我愿意你来引带我的家庭，我愿意亲像彼得安尼。虽然我伫迄当时我丢毒，我无承认，总是伫心我要讲，主啊，我爱你。我感觉咱的生命是安尼，咱需要较侪时间伫咱的生活内底重新过来思考讲，对，咱的信仰要安怎更加坚定伫上帝内底，特别伫家庭，亲密的家庭的人的关系。这个影片我已经2008年看了一届，我就无阁看过了。那这届为着要来咱教会分享，配合这个主题。